刘青云耍鞭，小心小心，哦，打到自己头，小心小心，好，哎，等等等等等，红云要耍大刀，怎么没有尖叫声呢？奇怪了啊！哇，真会，我的妈呀！哇，太酷了，真的什么都难不倒红云，哎喂。哎呀，真是太糗了，肯定是因为拍片耗费太多体力啦，所以把完美的那一次都留在电影里了。如果再让你选一次，你的选择还会一样吗？凭良心。哇，果然这动作满分。那彭于晏你的大胡子扮相，还有雀斑跟黄牙齿，会不会太牺牲啦？想要跟古仔哥跟青云哥一样的这个男人味嘛，所以本身没有这些东西就加上去，能加在脸上的尽量加。是，胡子越长越多，毛越多越 man。装扮确实是比较辛苦，我的服装是比较邋遢，然后比如说化比较多妆，特殊化妆，所以是比较辛苦。那也想问青云哥，这次的电影让你最辛苦的地方是？夜戏，我拍完十天以后，一下午去看看自己的体重，真的瘦了4公斤。如果大家减肥不成功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去拍动作电影。拍武打戏真的是不容易啊，但想必看到成果一定也会特别满意。反正就是，再辛苦都值得了。报道。